庶民的大百姓是头家，欢迎收看《庶民大头家》。来看到前 NCC 委员呐，在这个离职之后呢，就炮轰说啊，现在台湾是政媒共生。但过去是不是罗织罪名官媒体呢？蓝营就对他们呛虾说有后悔对中天撤照吗？另外啊，树发部唐凤走了还在烧钱吗？上亿租房说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国有地，但是审计部就曝光了，原来树发部啊竟然指定非得要在台北市的蛋黄区吗？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欢迎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丽文，大家好；前立委蔡正元，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来平安。 好，我们就要来看到了这个前 NCC 委员呢，那么因为昨天有4个 NCC 委员任期届满，因此呢，前委员林立云和王维京他们也选在任期的最后一天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好，他们怎么说呢？好，他们说啊，他们看到了台湾走向了政媒集团化，电视新闻报道不公，过度的政治立场化，新闻频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成为了台湾的民主。 危机，他们也认为呢，这新闻台呢是仰赖着业配置入，而政府的标案也形成了台湾的政媒共生集团，透过了政治与媒体的影响力，除了借着土地开发牟利，也介入了政府的人事政策，侵蚀了台湾民主还有社会的正义，成为了民主的重大威胁呀！哇，这话讲的真的是掷地有声啊！但蓝营就质疑了，哎，不管是媒体换照审查， 过去不都是由这些 NCC 委员来决定的吗？那当他们有权利的时候，怎么没有阻止呢？好，先前就传出像是静电视的审照案呢，也爆出说是不是有党政高层的介入，而绿媒违规入主了中嘉，这些案子到现在 NCC 委员的任期都已经届满了，可是也还没有完成事故。那争议的案件到现在为什么都还没有解决，还没有查清楚呢？那么现在才要来为政媒共生乱象感到忧心，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所以谢龙介就说了，就如这个王维京还有林立云所说的， 政媒集团化呢是民主最大的障碍，但这是他们在 NCC 委员的任内所为。现在再来放马后炮啊，然后呢，他叫做人来踩扫地啊，人去才监察，他认为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吧。好，那么事实上这两个人在过去啊有一点点的争议，因为呢，在过去他们是由苏贞昌所钦定的委员，而2020年呢，中天新闻台这个换照案的期间呢，也曾经被质疑过 说，因为他们两位呢，过去反媒体垄断的立场非常的鲜明，恐怕对中天的换照案已经有新政，应该要在这个审理换照案的时候来利益回避。而当时 NCC 怎么说呢？说没有具体的市政认为这两个人执行职务会有偏颇，因此依法就不需要回避。但最后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好了，所以呢，这个中原大学的这个国际长潘兆明就说了，他说这两位前委员的立场就是深绿，中天新闻台在这两位 的任内被关掉，明明做坏人的，居然说别人是打手，让人傻眼。而现任的立委翁小麟已经也当过 NCC 的委员，他说两个人忧心媒体的政治化，但是换照审查、公开资料都是由 NCC 委员决定的，为何有权利的时候不做呢？民进党执政下的 NCC 唯一做的事情似乎就是关掉了中天新闻台，而事实上绿媒的状况是比中天严重的，但是却完全没有处理令人不解。他也说啊，真该问问这两个人是否有后悔把中天给撤照呢？好，我们就像这个谢龙介所讲的，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叫做人来踩扫地，然后人走了才要去监察？现在这样说还有意义吗？立文怎么看？这两位委员呢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我100%的同意。 台湾呢，的确是已经形成了非常畸形的政媒共生，而这个政媒共生呢，跟过去在威权的时刻的所谓的党政军一体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政媒共生，他们为什么要跟当权者勾结在一起？是为了图利嘛？是为了赚钱？就像这两位委员讲的啊， 还不是经营电视台赚钱，而是炒地皮的暴利。所以呢，这背后的官商勾结，然后呢，一味的护航当权者，甚至于帮当权者撒谎、造谣、带风向、抹黑、栽赃对手，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这二三十年来，可以说是劣行斑斑呐。
那这么深厚的一个政媒共生勾结的结构，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他们在担任 NCC 委员任内早就应该目睹了，看到了整个最丑恶的现象，甚至于还把大刀砍向中天，因为政治不正确，所以杀鸡儆猴，秋后算账，就这样活生生的强害新闻自由。只要你敢跟当权者站在一起，像我刚刚说的，你敢当当权者的喉舌，当当权者的东厂，那你就像进电视一样，可以一路帮你开绿灯。好啦，那你现在讲了大实话之后，第一个，这已经不再是因为在野党的立委对于民进党的不满了，这是民进党御用的 NCC 委员自己说了大实话，那这是不够的，林去秋波马后炮算什么，你只不过会换来世人对你的不耻跟讪笑而已。其实这两位委员，第一个应该对过去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站出来，甚至于你应该要跟这些人割席的，你应该宁可委员不做，也不跟人家同流合污才对。但那个时刻你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那你就要告诉大家，你为什么你是忍辱偷生呢？还是你现在发现你的老板已经离开了，你没有未来的前途了呢？你想要投靠新的老板呢？还是你过去被威胁利诱了呢？我觉得他们应该进一步的把话说得更清楚，为过去向大家道歉，为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你所指控的哪一个不是非常严重的民主毒瘤，指出具体事证，告诉大家你们所经历的具体的整个的过程，公诸于世。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立法院现在有了调查权，听证会了，请这两位大委员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来作证，告诉大家在你们担任委员的任内是怎么样目睹的，来自于政府高层直接把手伸进 NCC 的，是怎么下指导棋的，是怎么施压的，是怎么跟那些绿媒勾结在一起的，是怎么样叫你们像我刚刚说的去迫害中天，然后去扶植进电视的，把这些事情通通摊在阳光下告诉大家，那我觉得将功赎罪，这才是一个告诉我们台湾这个社会，你们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要彻底的切割，彻底的悔改，那就是把你们亲身经历的，你们所参与的，你们所看到的公诸于世，这才是真正的正办啊，否则的话这样算什么呢？所以在野党那个林国成委员可以赶快跟这两个 NCC 委员联系了，不能就这样子，这算什么，放个马后炮，这没有说，那你指控就是事实，我们指控就不是事实嘛，把证据拿出来当作证人，一一跟全世界跟全台湾说清楚，连行政院都笑你们，连卓荣泰都笑这两个委员啊，都说啊，那你们过去不是都参与很深吗？那过去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不是都是你们就是当事人参与其中吗？连卓荣泰都跟你们两个切割啦，因为你们以前当的是苏贞昌的打手，因为你们以前帮的是蔡英文为事啊，所以赖清德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啊，卓荣泰觉得说你们为虎作伥，那两只老虎你们自己去咬啊，狗咬狗一嘴毛啊。所以我奉劝这两名 NCC 委员，我也建议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在野党的委员把这两位大委员请来，请他们出来把他们所指的这一一的罪状作为人证物证公诸于世，这才是正办。
好，我们看到前 NCC 委员林丽云和王维京痛批台湾走向了政媒集团化，造成民主的危机。但过去为什么大家会怀疑他们就是亲绿人士呢？因为2020年总统府不是有被骇客外流了一个密件吗？然后当时就曝光说呢，行政院有幕僚报告 NCC 的人士的时候提到说，三位新任委员当中有两个媒改的学者色彩偏绿，可以配合处理中天。当时就被质疑说，哦，那这个密件里面所指的是不是就是王维京和林丽云呢？当时蔡政府则驳斥说，这个密件的内容都是经过变造的。不过到了2020年底，中天新闻台换照的期间呢，也有人质疑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因为反媒体垄断立场鲜明，对中天换照已有新政，应该要在审照时回避。当时呢，嘿，绿云也说这两个人没有偏颇，不需要回避。但结局就是呢，他们两位担任主席，最终做成了不予换照的决议。这两个人当委员已经当了4年了。结果现在林去秋波承认的确有政媒共生的乱象，叶元之就认为了政治介入媒体啊，不就是亲绿的委员们的责任吗？林丽云和王维京今天说的话啊，其实就是当年中兴所这个中天非常担心的事情，结果他们却把完全没有可能什么开发土地啦、介入政府人事的中天给关掉。那这两位要不要为关掉中天新闻台道歉呢？慧文哥怎么看？可能观众朋友对这两位 NCC 的前委员比较陌生，没有关系，我也很陌生，我也不认识他们哈。但是当年在关中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开这个公听会啊，那都有现场的直播。那 NCC 的7个委员呢，他们找了一大堆这个外部的这个专家学者来当鉴定人，好鉴定到底中天应不应该关台。那其中有一个你一定认识的，最近他去拍那个电视剧啊，叫做沈博洋啊。那个时候我就认识沈博洋，哦，沈博洋可以来鉴定这个东西啊，好厉害啊！后来沈博洋还去中央社当董事，还去华视啊，去当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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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什么的，我都觉得很奇怪哈。所以观众朋友对这个 NCC 中天的东西，因为我已经讲很多年了，所以我其实我比较疲倦了，我就换另外一角度问大家哈。从2000年到现在啊，我们只有一次没有政党轮替啊，就是这一次啊。政党轮替失败嘛，好，由蔡英文又交棒给赖清德，光这一点啊，朱立伦就应该下台了，因为政党轮替失败嘛。那这个国民党主席还不下台，我是不懂为什么哈。光这一点，侯友宜就应该被罢免了，结果现在被罢免的是谢国良，这有天理嘛？哈，这莫名其妙哈。好，没有关系。那我请问大家，蔡总统跟赖总统，蔡政府跟赖政府的差别是什么？很简单，我也不打哑谜，最大的差别就在立法院呐。因为立法院跟蔡总统那时候不一样，那是完全执政，立法院是民进党直接过半。那现在的立法院是国民党加民众党蓝白加起来是过半的，而且第一个会期已经结束了，现在在休会当中，很多立委都出国去了。那我请问大家，已经过去的这个立法院的第一个会期，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没什么不一样啊。就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重点，中天的执照还是没有回来啊。好，所以观众朋友，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你不要管国民党傅昆萁他们要通过什么，因为他们是在野党。我请问执政党哈，就是民进党、赖总统、卓荣泰内阁，他们要通过的法案跟预算，哪一个没有过？哪一个没有过啊？除了 NCC 的人事案，他们可能要打算开临时会或什么，到下个会期再处理什么，那个不论。我说已经结束的那个会期是国营事业预算的会期啊，哪一个预算没有过？韩院长很高兴啊，哎，我们通过了50几个议案哦，啊，这个立法院大家很和谐什么的，韩国瑜很高兴啊，哎，通过了50几个，对啊，我就问你哪一个没有过？我告诉你哈，通通都过了。可是还是要回到我刚讲的重点，那中天的执照拿回来吗？也没有。那我请问大家，那蔡政府跟赖政府刚刚结束的这个立法院的第一个会期有什么不一样呢？光这一点啊，傅昆萁就应该辞总召了，因为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我之前就在庶民大头家跟他讲说，国民党应该做什么，就是你在立法院难得的这个多数，你跟民众党加起来，你能够换到什么？你换到什么呢？你可以杯葛他，你可以冻结他，你可以在立法院抗争，因为你人比较多，你票比较多。那你换到的什么？你换到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然后被大法官打脸，说我暂时处分给你，你全部给我冻结。你换到什么嘛？
那我之前对蔡委员很不满，因为蔡正元他推荐邱毅去当 NCC， 我说啊，怎么不推荐我呢？他原因是看我的节目长大的，我也有资格啊，我来去 NCC 当委员啊，啊，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我觉得邱毅没资格，我也没资格了。邱毅他是懂什么广播电视，我是不晓得了。好，那没有关系，那些都是开玩笑的。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有拿回来吗？这个很好笑啊，叫做反媒体垄断啊，当初就是黄国昌这些叉叉。那两个学者我是真的不认识的哈，黄国昌馆长，他们就是讲反媒体垄断这五个字哦，后天狗尾跳江，针对谁来的？针对蔡衍明，针对旺中来的哦，反媒体垄断很好啊。那我现在问你是谁垄断呢？那经过了这些年，你告诉我谁垄断嘛？好，没关系，来，经过了这些年是哪一个颜色垄断？你反媒体垄断，没有人反对，本来就不应该垄断啊。那是谁在垄断呢？来，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来，正媒三剑客大玩变更土地炼金术，哪一个媒体的老板在变更土地？你们新闻台就那几台嘛，你遥控器拿起来就这几台，谁在变更土地？你看不出来吗？你们这些学者看不出来，你还要回去大学当教授，笑死人了、啊！来，绿营媒体大亨介入，你辅政翁伯宗，好，就是要把他变成 NCC 的主委。那中国时报写老半天没有写名字，观众朋友，我来公布这个绿媒体大亨的名字好不好？有我公布好吗？我看起来很笨吗？我是笨蛋吗？我才不要啊！我才拿几千块，我公布他名字，我要被追杀，笑哎！我才不公布，你们都不公布的，哈远也知道，他为什么不公布？大家都怕、啊，怕那个寒蝉效应，哇！到时候派记者到电视台门口堵麦堵你什么的，围剿你，我就被围剿过了。没有人敢讲，大家噤若寒蝉。你以为我们是民主国家？那你错了、啊。那这些媒体大亨，他们经营媒体都是副业的，他们买这些新闻台几百亿买这些新闻台，是在保护他的母公司，保护他的集团啊。所以多年前，我佩服蔡正元就这样。虽然我很讨厌他，可是他讲的有道理啊。他当时在马英九执政说，他说说国民党应该把三立买下来，他讲的太好了。如果当时买下来，现在会这样子吗？啊，就蔡正元是有这个政治做，那国民党也没有做啊，啊，三立也不见得要卖啊，啊，所以没搞起地价。所以观众朋友，你不要再去听这些什么公开信讲什么黑洞棒嘎了，黑公黑好好，哎，回家回来立立本比亚，那个不听也罢。但是就像我刚刚一直环绕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把中天的执照拿回来吗？没有，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你就是失败的。你拿到什么啦？你只会在委员会、院会里面啊，我是院长啊，我散会，我表决赢你。你在立法院耀武扬威。我再问最后一句哈，因为哈元也不耐烦了，要换人了。我请问你第一个会期你得到的什么？你什么都没得到啊，虚度的一个会期啊，大概哇青鸟啦啊，立法院吵来吵去啊什么的，然后什么都没有啊。一事无成啊，朱立伦跟傅昆萁要负最大的责任了。不过这个前 NCC 委员林丽云和王维京他们点出，台湾现在有了政媒共生集团，透过的政治媒体的影响力来介入政府的人事和政策，更揭露这些政媒老板是借着土地开发来牟利。在野党就揭露了，确实是有绿媒的老董啊，在购入了杨梅农牧用地，意图想要变更成影视专区。不止土地变更的过程是一路通畅，甚至是通过了绿媒集团来搞自办啦、重化啦，取得了庞大的利益。甚至还有绿媒的大佬呢，是和这个南部的建商合作，砸下42亿元，承接了在高铁左营站旁边的建台水泥厂。那么这些政媒高层到处裂地，然后以变更地目的手法，转手就可以获取10倍甚至是100倍的暴利。那么蔡英文任内提名的 NCC 委员，现在直指确实有政媒共生集团介入了政府的人事和政策。那么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读呢？难道就代表着政媒透过了媒体的影响力来为绿营辅选，再介入政府的施政，再一起联手炒地皮吗？否则的话，会有哪一个政党啊，专门为一个媒体留一席不分区的委员的位置，让一个主播可以来当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呢？蔡文怎么看？我的确是啊，唐被当党车，因为我曾经
找了外资要来买下三立的股份，因为当时三立呢有相当比例的就是一支外资的股票要卖，那因为卖的时候这个三立的海董这个想要用低价买，那我就找另外的外资要高价来竞标，我开了一个价钱，我认为海董跟不上，海董也的确跟不上我开的价钱，那我想买下来帮助三立走向正轨，可是当时啊谢长廷开金库协助海董渡过难关，的确有这个历史，但是当时国民党是冷眼旁观，说没有我的事，不干我的事，那是蔡正元的个人行为，我只是一个小小党员。 是那个马的问题吗？不然是牛吗？抱歉抱歉抱歉。台湾的政媒这两位委员我才是持正面看法，周楚除三害，对，你们两个就是周楚，但是希望要尽你最大力量帮忙除三害。是是，你自己是一害，另外有两害，什么？一个正，一个媒。就像刚才讲的，我很正正当当的，我要买三立，买他的外资股权，因为当时三立有将近20%的外资股权，而且外资股权不是少数哦，他有黄金否决权，对人事政策黄金否决权。所以我看中黄金否决权，我愿意用找外商来高价，因为我本来外商一样出手，来高价把它买下来，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澳元啊，这个人家谢长廷开金库，我就没办法了哈。那这两位委员，我还是要钦佩他，好像还有一点良心啊，愿意公开谈这个事儿，其他人早就闭嘴了。什么？还有两害是什么？一个是媒体，绿媒，哪几个电视台，整天就在维护民进党政权。你维护也没有关系，你已经到了黑白不分，你已经到了是非不了，这是媒体吗？不是，这是民进党的文宣单位，民进党的什么第四纵队、第五纵队都是你们这些媒体，然后还有呢，炒地皮。媒体能赚多少钱啊？这老板怎么会看在眼里面呢？当然炒地皮啊，炒地皮叫谁配合？为什么不到台北市来炒，要到桃园市去炒？为什么不到台中市来炒，要到高雄市去炒？炒地皮就是找了一个地皮，然后找打通关系，然后就变更地目，最好赚的就变更地目啦。找个名堂，我要搞媒体园区，我要搞什么园区？可是真的会这样子吗？不是，这炒地皮，然后这个地方政府为什么配合他？因为那个人在选举的时候就靠这些媒体免费宣传，整天敲锣打鼓。不止如此，还敲锣打鼓把他的对手给打下去，无中生有，编造谎言，什么都来了。你们没看到吗？NCC 委员，你们平常不看电视啊？不看电视怎么当 NCC 委员啊？我跟辉文不当，我们可以看不看电视啊？但是你们不行啊，你看了以后没有感觉啊，等到要卸任才是良心发现啊。那良心发现你就要讲具体的，你已经讲得那么具体，有差这一点吗？你就指名道姓嘛，因为我们不晓得，搞不好弄错了。那我刚才讲海董，你也不晓得海董是哪一个，或者那一个已经走了，对不对？对，也弄不清楚啊，对不对？有没有三董、水董？不知道啊。所以是不是周楚除三害，就除个干净，除个彻底嘛？那你又回到学校教书，人家才会给你一个一定的水平的评鉴，对不对？要不然找施老师来评鉴，你们两个怎么能看呢、啊？对不对？你们这个资历怎么能看呢、啊？你是帮凶你是那个非常坏的那个周楚你有没有到海里面斩蛟龙？没有啊，他还在变更地目啊啊！你有没有山里面打老虎？没有，那只老虎整天还在开电视节目，在修理人啊，水淹14公尺啊，还30公分啊，这话都讲出来，你们还把它美化啊，还把它包装，你们这民进党的文宣部嘛，不是吗？或者甚至连文宣部都不是啊，是什么网军还电视军，更等而下之了。那你们两个也是中天新闻的刽子手啊。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周楚除三害，为当时你们中天新闻的所谓媒体垄断说一句话，
然后说哦，中天哦去买那个系统台是不准的啦。现在谁在买系统台？啊，现在谁在买系统台？怎么我这样讲大声一点，隔壁就听到咳嗽声？咳嗽，对不对？就同样啦，一群人啦、啊，因为坦白讲，新闻节目不赚钱啦、啊，系统台赚钱啦、啊，而且你们打压别人不准竞争，你们拿到低下了，这样听懂了吗？都是你们干的、啊，不是吗？哦，那是有人当选，有个姓韩的当选高雄市长，想了惨了惨了，我这地目变更大概没希望。那姓韩的，万一混个八年的话，我这地目的利息积压不得了啊，罢免他，不是这样子吗？罢免就没有正当性，可是还是通过了。哎，换上来，嚯、哦，加速通过，合法了，没有图利啊，对不对？一切依法、啊，是这样子啊。那别人依法的话就赶快要准备要查办，是这样子。所以政媒共生只是共生而已吗？哦，还是在民进党里面形成一个派系，还可以选中常委，民进党中常委，哇、哦，还可以推荐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在民进党里面已经形成一个大虫啊，赖清德你看到没有啊？当然现在可能改这些趋炎附势改捧赖清德，赖清德大概也不会自断功红啊，就又变成赖系啦。对，以前海派先被赖系了，不是这样搞吗？哎，我只能叹一口气，再看到台湾的沉沦莫过于此。好，我们看到两位卸任的 NCC 委员点出了新闻台呢，其实就是仰赖着政府的业配标案，形成了政媒共生的集团，也扭曲了整个台湾的政治清明，侵蚀台湾的民主和正义，成为了社会和民主的重大威胁。但是啊，当林丽云和王维京当时呢决定要配合着民进党一起关中天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就已经确定了现在这样一个政媒共生集团的一个来这个主导台湾政治的一个格局呢？因为呢这样一个决策导致了后来媒体一整片绿油油，然后呢当初他们关了中天之后呢是一路采取了没收的策略，等于是收走了媒体的监督权，收走了商业的机制，最后呢是搞到连自身监管的能力好像又被他们的更高层给没收了吗？而如今现在到底还剩下什么呢？而这些青绿的学者虽然说临去秋波啊戳破了民进党的国王新衣，可是、啊、已经造就了绿媒的巨兽，也推进了政媒共生，是不是就是在过去啊想方设法关掉中天的时候已经成了定局呢？所以呢、啊、就像这个翁小玲委员就问了说，是不是应该问问看这些人是否后悔把中天新闻台给撤照呢？施老师怎么看？我先讲说哈，不要因人废言啊。OK， 啊，两个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了哈。OK， 那民进党哈像一个帮派了，他们用人哈专业能力是一回事了，但是要有两个条件了，一个就是自己人，一个是听话了，两个都有没关系了。那自己人就是说自己的嫡系，比如说你看到绿能的女儿就可以来当立委嘛，对不对？好 ，OK， 好。那所谓的这自己人，他们有比如说社运的参与啊，像这两个，他们在讲他的时候就说他们是亲绿，我不认为他们是深绿或亲绿啊，基本上他们是没改的。大概媒体改革那个社团的司法改革这样，那好 ，OK。但是这样还不够了，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学界里面，他们在用人的时候，就是说一定有老师或者是学长，他跟你一般叫做什么？英文叫 refer， 就是介绍了。好，然后呢，到时候有重大议题的时候，他会跟你小以大义。所以呢，这里就牵涉到说，我们不讲说产官协之间的那个三角铁关系以外呢，你包括在用人，包括接计划、升等等等，都有这样的关系。好 ，OK， 那当然，也许他们很天真，认为说，也许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了。一进去以后就发现啊，踏上了贼船。OK， 好啊，所以呢，而且还故意叫他们两个去主持，你不觉得很扯吗？应该找比较凶的陈耀祥或者他们自己嘛，所以就是黑社会的投名状。OK， 你要加入我们帮派，那重要的那一刀是你要来处理。好 ，OK， 表示我表忠了。好，所以你看到其实学校这里你不讲党派好了，他们在用呢，有些学校里面呢，他们喜欢用的是自己的学生，而且是硕士就好。慢慢的升等，好，而外面的人他是不用的啦，好 ，OK， 好，那我是这样讲好，就是说哈，其实我是这样讲，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样子啦，我还是建议两位哈回去念一下，有一个叫政治经济学者叫 Albert Hirschman， 就是说你
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怎么办呢？那第一个，如果有勇气的话，大声讲出来嘛。像我是因为我是跑单帮的啊。啊，我老婆会养我嘛，对不对？啊 ，OK， 所以我无所谓嘛，我随时就是民进党就不关我啊，不然我讲话都不大声了，因为他我都被关过，被国民党关嘛，我没有被关，看老公要不要关我啊？好 ，OK， 所以呢，讲出来啊，再不然的话就是你在里面能不能暗中的想办法进入体制里面去做，但是是很难的啦。像我们一两次开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下次不要找四叉叉来了，好，而且他们会 test 你哦。说我们今天来假投票，就一开出来，还好是零票啊，不然的话那一票就是我啊，你知道我吧？你知道啊？刚才那不算，一票人投票怎么会零票呢？就是要 test 我嘛，好 ，OK。那我太太升等四次啊，就是因为我的关系啊。听说李叉叉是台什么会的啊 ？OK 啊，那个专业占几分？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帮派，这个跟蓝绿什么的等等统治都完全没有关系的哈。我说你有办法你讲出来，不然你就退出嘛，不然就退出嘛。好 ，OK， 他们现在是退出啊。我是觉得他们不是很有胆的。不，我必须要再讲了哈，这个背后里面。刚才两位讲的那个哈，那个只是小 case 而已啦。真正炒地皮的是客运啊，客运光是一个停车场在那边啊，然后那个可以，然后变更地目弄的才大而已。那块当然是很大，没错啦，就在左营旁边啦哈。但是我必须要再讲，就是说更大的，有一天关键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在蓝绿都有代理人，然后重要的时候，大个的大哥就会出来跟你讲，哦，原来他们是一家亲啦，所以不要骂错了。蓝绿都一样白，我不知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